谢皇上，宫保鸡丁。您的王先生，哎，筷子王先生，麻烦你了。哎，您可千万别动。 筷子容易有刺儿，别刮了您的手了。王先生，您慢慢吃，别吃着急了，噎坏了自己啊。就这样，再见。对了，我听说王先生就快评高级职称了，那以后还真得管你叫王主任。什么王主任？没谱的事儿别乱说。我就说嘛，这老天爷不会这么不长眼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千万别变脸啊！ 是你让我随便聊聊，我就随便聊聊的。对了，大家伙都可以作证啊，刚才王主任说的话不能言而无信。这五星好评加科室里的所有外卖单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啊，你说在哪儿挣钱不是挣啊？谁跟钱过不去呢？这人呢，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，王主任？黄子里，你别太过分。我念你是老同学，跟你聊几句是给你面子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 你瞧，快当主任了，这脾气也长了，你别着急，慢慢吃，别上火动气，不然吃饭噎着了，那就不划算了。吃饭，吃饭，子立。 你干啥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怪别扭。怎么了？你挺好的吧？你的事儿我听老曹说了，我真没想到他们这么狠。所以说。 小人不能得罪，就算是他们整你，那你也不至于干这个呀。要不然我想想办法，帮你找个别的工作。嗯，不用不用。哎，我觉得干这个也挺好的。你说辛苦是辛苦点，但是这时间方便啊，都是我自己的，多干多得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很多时间来去照顾那爷俩。 那我能帮你做点啥？真不用。哦，对，你要这样帮我的话，你多点我的单，一定给我好评，啊！哎，刚才你走了之后，王俊逸那两口子被你噎得都没吃下去饭，我也没吃呢。嗯，我吃。 是吗？你是没看见，我噎得他呀，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你脸都快掉地上了。是让他想羞辱你的，活该。我还真得谢谢你。你羞我什么呀？是你把我点醒了。你知道就行了，你就该老老实听我的话。是，以后啊，都听方警官的话。这就对了。这两天外面一直下雨。 你有没有给自己备个雨衣什么的？雨衣？这真没顾过来。就知道你想不到，整天忙成那样，糊里糊涂的。试试。
这雨衣还挺时髦啊。你不看谁买的？还真挺好看的。谢冯警官的体贴啊。我可不是体贴你啊，我是不希望你这些小事影响到大事。你自己出去骑车淋个雨真没什么，但要是你感冒了呢，你生病了呢，现在这一老一少都需要你照顾，你有时间生病吗？你生得起病吗？你有权利生病吗？你没有啊。哎，说到照顾真的气死我了，明明知道自己天天在外面跑，你也不给自己拿个水杯什么的，也不抽空给自己买个水喝一口水，你这样能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吗？这天天下这么大的雨，你出门也不查天气预报，你要知道每天天气是什么，是刮风还是下雨。算了，天气预报对你要求太高了，喝水都做不到。我跟你说正经的，你笑什么呀？啊，我没笑什么。你好，请我妈吧。你妈？对，我妈。为什么像你妈呀？哦，不不，我妈就是平时居然那么跟我絮絮叨叨的，特像。哎，你的意思是嫌我烦啊？啊，不不不不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体贴，特别温暖。那个，这衣服也特别好，你看。好。哎呀，你们怎么有说不完的话呀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还不睡啊？你们吵得我睡不着觉。明天你要上学呢啊。不吵你了啊，你赶紧去睡觉，太晚了，我也走了。孙女，不用你陪他，走啦。你小心点啊。嗯。别看了，进屋，我关灯了啊。